今天我们要学习栗子旁，栗子旁也是由单字站立的立转变而来的。可以明显的看出它的变化最大的就是最后的这个长横转变成了提，和我们之前学的提土旁有相似的地方。看一下栗子旁的写法，点小横稍稍向上倾斜，小点撇提靠左向右出尖，点小横点撇提靠左稍稍向右上出尖，提不易提的过长。短横向右上，左点撇提，也是这最后一笔的起笔稍微的也靠左。看一下栗子旁的单字示范，点短横点撇提，竖短横向内收的口，站立的立啊，站立的站，点横撇啊，点撇提，撇横上向上倾斜，顿笔斜勾撇点，飒飒爽英姿的飒，栗子旁加一个风。点短横点撇提，山字头压扁，短横撇向内收的短竖，横折勾向内收，短竖稍长一点点的竖，端端正的端。栗子旁，短横向内收的扁口，顿笔垂露竖不出尖，撇捺耸，惊悚的悚。点击关注，和我一起写字吧。